那坨是里头的精华，看到没得？全是精，看到没得？炖得稀溜趴了。昨天你就给我打包了一根儿，我都没吃够。今天个人买点来弄，给他们刮起刮起，洗干净。中间的毛囊一定要去干净，不然腥得很。给他们焯下水，冷水下锅，加葱姜料酒去腥。水开稍微给它多炒一会儿哈。现在来炒料，炖炖炖炖炖炖炖，又热了，加葱姜蒜，乱七八糟的香料，干花椒、海椒，再来两勺豆瓣酱，给他们炒化炒香，加个胡萝卜和洋葱增香。加上两瓢秘制海椒油的那个脚脚香啊，又辣又香。倒羊蹄，高度白酒喝二两。呜、哦，加水了，把它们按倒就是了。给它们调个味儿，生抽、老抽、盐、胡椒粉、冰糖，扛上锅盖，一个小时，再焖它20分钟。好喽，我都已经着香迷糊了。哇，喷香！来点葱花儿。那个才不配点酒，属实有点浪费，少来点儿，少来点儿。来，剩下的是你的，完全炖脱骨了。哦，嗯，安逸。今天那个弄的是点点都不行，我尝一下。炖得稀溜趴了，你看脱骨了，来搞一下。这个是好多度的哦，好烧人呐！啊，天哪，天哪！吃不行，吃不行。嗯。这个吧，这个吧。那坨是里头的精华，看到没得？全是精，看到没得？那两根你的，那两根我的。那个酒真的太烧人了，啊，喝不动，喝不动，赶快吃一口。我吃到后头觉得有点辣了，剩下两个是你的哈，那个酒啷办了，喝不动，好辣呀、啊。